25日 ，Angelababy 晒出一组最新美照，照片中 ，baby 身穿白色短袖上衣，绑整头彩辫，头皮清晰可见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整体造型俨然一个嘻哈少女。她还晒出化妆师为她梳脏辫的过程，长长的散辫散落一体，完成后 ，baby 又换上绿色军装，随后装备上对讲机，只看背影就帅气十足。4月21日 ，baby 一身黑色紧身裙出席某活动，大秀身材简直美翻了。不过这纤细的身躯体内的力量可不一般，造型师在网上晒出两张 baby 在后台一手抱娃的照片，臂力实在惊人，妈妈力十足，果然是为母则强啊。 baby 自从生下儿子叫海绵后， baby 浑身上下总是透露着母性的温柔，这张 baby 一手一个萌娃的照片更是母爱满满，开心面对镜头，两个萌娃加起来起码也有50-60斤， baby 看着从容不迫，竟然毫无压力。从这个细节也不能看出 baby 在家肯定时常抱娃，不然怎么会有如此臂力呢？baby 抱着一个萌娃时姿势十分专业，有网友还留言 baby 的头看着比小孩子还要小。